哎，躲开这些怪物！哦，香！啊！检测到高能乙骸，启动伪装。您和乙骸对视了超过十分钟，下次的移动不动木头人，您一定可以胜过您的二号助手。韬光养晦也是不错的选择。结晶感染，警报，启动伪装。您和乙骸对视下次的移动不动。快出美德了，压力要满了。警报，了不起，您和乙骸对视了超过十分钟，下次的移动。东西一定要捡哦，没办法。这只绷布原来是这样用的吗？没想到吧。注意，检测到此位置有一个活跃的军用通信信标，推测是防卫军遗留物。我可以利用其通信网络数据提升我的精确测算效率。哎呀，把军用的东西拿来用了，我喜欢。提议尽一切可能地。借一下，借一下。这不是我军的通信信标吗？没错，我打算拿来用。我打算用用它。你想干什么？你管我想干什么？利用防卫军的通信信标可以。如果真的有效的话，你就用吧。意外的好说话啊。通信网络数据属于高度敏感信息，防卫军内部会频繁对它进行清理和更新。如果是法厄同本尊，或许有能力从中找到机密信息的蛛丝马迹。不过幸好你是冒牌货，我不担心泄密。应该说能用他们来搜索出路已经很出乎我意料了。总觉得心情有点复杂呢。他这到底算是夸了我们还是损了我们？接受挑战，我要把防卫军总司令的手机锁屏密码都给找出来。没问题啊。你怎么还燃起斗争心了？别做多余的事，快把脱离路径测算出来吧。比对通信，直接把他的手机公布出来信息，已成功定位新的空洞出口，正在筛除冗余信息。成功定位新的空洞出口，闪掉所有的怪啊，其实不难，你只要好好的走就能闪掉。这样这样，回头。以太收集起来。冒牌货已然如此，真的反恶徒将何等可怕。哎，扭掉。警报，检测启动伪装。您和乙骸对视了超过十分钟，下次的移动不动。没被发现，还好。进化室，被压力解除了。前方目标为司令辅助单位，重装侵袭者。他的乙太队可抵御绝大多数天行火力。向后攻击。如果说我的兵哥是学他的，如果我还知道我的兵哥，剩下的我来就行。猪宝贝们，快上啊！开机啦！YOLO 也会欧露啦哦。
这个女仆哦，确实蛮强的。看来我没有暴露身份，这都多亏了你，血红之旋律。奇怪的花名增加了，名片快要印不下了。但我觉得转圈圈洛里真的很不错。把手弄脏的感觉如何？人在可能把手弄脏时会戴上手套，我只是防卫军的手套而已。我无意刨根问底，背叛令人恶心，但在当前的情况下，背负这种恶心本身就是真正的忠诚。即使满身污秽，也不会把自己和真正的背叛者搞错。如果你问的是这个的话，你不会真的变成内鬼吧？幸亏十一号没有暴露身份呢。他喜欢吃拉面，证明很有品味，是一个好人。帮了他这么大的忙，他应该要把我们的名字叫对了。我们叫什么？又可以休息一下了。他怎么没有给那个600经验值？经验值嘞？我扮演我自己。有哎，400经验值。本周还有六天。上个礼拜没有先玩到这个宇宙，好像亏了。回卧室了，这下睡得着了。这个录影带看了很久啊，夜已经深了，不会再有什么事了，睡了。天亮了吗？睡过头了，过了营业时间了。但我身为一个店长，我有没有睡过头没有差。你上次推荐的波特山还不错，波特山。本月刚到的骇客使命要不要看一下啊？穿灰色连帽的少女离开了。断臂山哦，他感觉是一个严谨的人呢。下次我跟他聊聊，努力请他办一张我们的会员卡。5000很难吗？我看一场有600-700。老朋友还是我，有委托就直接说吧。晋升试炼，嗯，也该来了。请说。我的等级要怎么提升？我的均衡要提升咯。不要看我。听从您的命令。愿意为你效劳。槟榔出动。我是吉破狼。飞机，好，
旁边那种已经在累积别的属性了，切了之后竟然会把它打掉。深度清洁，深度清洁，我会扫起你的咽喉。结冰，转圈圈，棒球队开扁喽！旁边那个小猪打的会累积血，是不是？好球，好球！我一定要让你血。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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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冰喽！有你这份力量，切！不好意思，老夫可以闪开！安德，撞到你了！你受得住吗？子弹上膛。狼 T 0在哪里？不知道，急迫的比较快吧。确实其他只急迫值都累积的有点慢了，虽然急不急迫我觉得伤害好像差别不大，还是急迫之后那个150是 150% 伤害。准备就绪，可以装仪器了，仪器架有六个格子，愿意为你效劳。现在 PC 就米哈游 一家独霸，对吧？现在连载 PC 没有啊，还有明朝啊。你会延迟供货，要推迟多久？请问你们是在这里做生意不倒闭就赢了一大半了哦？补货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些熟悉的供应商。好，把名片给我。有一批好便宜的录影带哦，
哎呀，好便宜的录影带，来去看看。师傅，菜单上有的都能做，来个拉面。哎呦，这个拉面还有加，看你连汤都喝完了，红枣的，太神奇了啦！用一碗拉面，我有邦布三抽了，邦布，等等，哎，这个邦布满嘞。只是这一只呢，求一个，看一下，把这只绑布升满有什么？等再去生，先找妹妹。我的妹妹呀、啊，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呀、啊？你怎么动作比我快、啊？我们现在就出发，出发吧。没想到妖精这么多心一片，早知道就开车去了。没办法，毕竟我们另一边的身份要从头开始，收入肯定会大打折扣。录像店的生意必须开始认真干了。嗯，说的也是，不过为什么这次进的都是些慢节奏的片子？我们需要更多刺激的影片才对吧，哥哥？零，选购的影片要照顾更多影迷的需求才对。照顾更多影迷的需求啊，是指哥哥这份六成都是文艺片和纪录片的选购单吗？会来录影带店的那肯定都喜欢、温柔的影片，有助于抚慰大家的心。生活在新爱丽都可是压力很大的，大家才没有这么软弱呢。阿绑布，上次进货就是听哥哥的，这次怎么想都该轮到我了。喂，那次是我们一起商量的，那次我不知不觉就被哥哥牵着鼻子走了，所以这次的进货计划得重新审视。你好，你想关注一下空洞调查协会吗？不需要，谢谢。哥哥，你的回答呢？可是这个月我最期待……那个人直接变个僵尸。我是说，客人们最期待的纪录片已经发售了，就先不要改变计划了吧。我听到喽，哥哥竟然用经营店面的收入满足个人爱好，哼！您的指控已收到，不过传闻证据本庭不予采信。好像有另一边的客人上门了呢。好了，这次的进货计划保持不变，下次再说，先看看现在要处理什么生意吧。我觉得计划可以改变一下哦，哥哥。你什么时候拿过去的？委托人的事就交给哥哥你处理，我嘛就勉为其难去其他供货商那里搞定影片选购的事吧。什么意思？你要自己去供货商那里？喂，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更多影迷需求的，店里就拜托你喽。
啊，不是啊，你不开门，我怎么有电脑？今天是你们兄妹的出游日吗？好好的出游日被你打断了。来，里面谈吧。开门啊，倒是开门啊。有一个秘密委托，有一个军用机甲在高以太活性区域里面失控了，找几个好手把它处理掉。好，确实家人比较重要，有空时记得给我答复。录影带店的车开出了六分街了，看来是他自己出门了，他往大桥的方向去了。啊，我没车，我怎么追？我跑过去了。怎么警察？警车借一下好不好？还有个吉他手哎。有人出车祸啦。前面处于管制中，出什么事了？发生了空洞灾害。哦，前面变空洞了，建议你们先不要去供应商，会遇到危险哦。我妹妹已经出发了。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力量搜寻您的妹妹，马上搜寻。开始保护妹妹计划。我的妹妹啊，你去哪里了？哎，我现在可以升30了，是不是？听从您的命令。哇，槟榔无敌了。材料补全是不是很浪费啊？合成的吧。还缺两个 ，OK， 升级。你的安东满命了，那很好啊。那是打人很痛哎。转转洛璃。那只单体的神，我也在等我这只安东满命啊！我看一下，第二招也可以点了吗？第二招需要一个鬼面，还没开放。造成大量物理伤害。仪器怎么只有一个啊？OK， 我决定把这个球直接吃满。
差蛮多的，这个吃满还差蛮多的。免费玩就够啦，你就等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就又有抽了嘛。向前方进行四段的斩击，造成物理伤害。我也在等我的这个比利还有安东看什么时候会满的。现在去上个厕所，30分钟之后马上回来。回归，结果这个阿雄我只抽到一只哦。阿雄先换颗球啊，星辉骑士。这样我们两颗球，普通攻击、冲刺攻击造成的伤害加12%，难怪你敲起来那么痛哎。直接叠影把它叠满。这样到底要上谁啊？怎么感觉槟榔好像跟其他是冲到嘞？这样双物理耶！不要看我！愿意为你效劳。可是槟榔又好强哎！对不起。还是露西走了。我现在物理子弹队。我击破狼欸，啊，反正之后都是要练两队啊。以我玩铁道一个月的经验就知道啊，总是要练到两队的。一开始剧情随便处理，连续撞击这个墙壁可以把它撞破，这么神奇啊！派派固定班底，派派还好，球棒固定班底，这球棒跟我有缘啊，三命球棒，剩下的我来就行。
这也是可以累积这个强击值，那就没有这个转圈圈累积的快啊。我飞机启动，太太辛苦了。星辉骑士，悠闲一点吧。全雷打。他好像是来打单体的呢。知道来清小怪是真的快啊，治安官，你这治安官怎么长这样？我是来救人的，请保护旁边的无辜市民，没问题。你无辜吗？我还以为自己要变成怪物了。弹刀逼你换人了，你可以只带一只啊，这样你弹刀就不用换人了。Ferry， 去下一个位置。正在同步新的坐标信息。很好，就在前面。很好，拯救市民。这款很大，这款非常的大。觉得他的建模挺好看的，人物的表情也很多，丢拔啦！就是好啊！转圈圈，明朝的风格我觉得也不错啊，到时候都来去玩一下。目前动漫风的，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先等我把绝区领的过完啊。滚远点。旁边那种很小的子弹也太北蓝了吧。这个很小的子弹是可以闪的吗？
灵也不在这里，继续找，继续同步下一坐标信息。等找到灵后补血的储存起来，虽然我也不知道储存起来啊、可以让一个人复活。 OK， 感觉能死人呢、欸、生命体征信号正在移动。什么？被吓到了吗？追上去。他正在绕跑。绕跑啊，抓到你了。明朝的角色、哦、我有看了一下明朝的角色，感觉比较像仙侠那一种，不太一样。完全不同风格。他那个是修仙的。这种是走动漫风格的，比较像那个什么灵魂行者吧。你想干什么？从队友那边拿到了紧急医疗品，我已经可以行动了。我绝对不会认同你们这些不法分子的，我要参与搜救。哦，那真是谢谢你哦。剩下的我来就行。全雷打！雷打了，其实这一只好像也是轻小怪的。好的，我轮到我了。还有前面的风格啊、哦，确实不太一样啊。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板鸭还有银狼的身影啊，也没有，暂时没有看到黄泉的身影。既然是治安官，灵究竟在哪儿？球棒倒是看到了。其他未接触生命体征信号，推测林的受困位置并未处于此区域，提议寻找出口，先带领受困者撤离。但我看到黑丝袜。正在召集等候的受困者们，请稍等。前方的区域还有列车运作，各位，接下来请跟紧我，不要被撞到。嗯，不是要上列车啊，请大家不要被列车撞到，但钱必须得钱。别被撞到，快退开。怎么啦？谁被列车撞到啦？受到侵蚀啦。别被撞到，快退开。我捡个钱啦，你们别被撞到啊。感谢你搭乘地铁，请付费后再出站，3000块。全捡才出得去啊！闪一下，列车来了，闪一下。啊，这里都变空洞了，为什么还有列车啊？还要转圈圈输出第一耶！想不到身为急迫的电锯人竟然输出还比较少，目标可能陷入了更深层的空洞。全量搜索会耗费超出预期的时间，那我去找幸存者打听一下，可以找治安官立刻出发。奇怪，我们都这样子都不怕暴露自己身份的。
我要用本体去找治安官哦。不知道我电锯人是三十级耶，但是我那个转圈圈才二十级耶。每个守法市民的诉求都应该予以重视，说的完全没错啊。很抱歉，我们没能及时扫到所有的受困者，我马上去召集被救的幸存者。请问一下哈，你有看到我的妹妹吗？我就是六分街的传奇。大卫，你在找妹妹？抱歉，我没看到，并不是敷衍啊。所有可爱的女孩子，我都会把她们的相貌刻进 DNA 里面的。你妹妹这么可爱的女孩，我如果看过，肯定是不会忘的。我不是你的哥哥。刚刚有个受困的小妹妹跑到了电玩店那边去。受困的小妹妹，小妹妹很常看到，平常都跟鲨鱼在一起的，弱小的女高中生。怎么电玩店没有营业啊？我现在想狂玩一下。你在见过这个女孩吗？难道你就是阿哲？太好了，我还担心无法完成跟他的约定了。他留下了遗言是不是？我妹妹在哪里？他追着一个人往深处走了。哦，有个金发碧眼的人来打听了他的下落。他是沿着铁轨的方向走的。 OK， 明白了。金发碧眼的人罗刹，助手二号有99.983%的几率被困在该区域里面。好，把消息同步给治安局了，你可以夸我考虑周到。开始救援助手 Christina。 哎，原来可林是二十几的。 对不起。槟榔上阵。我有两把枪，灵辉骑士出发。我给我上个阵好了。我有两把枪，博提欧消刃快的找到妹妹。路径信号的推断，委托的就已排除额外探索区。注意，路径中检测到军用载具啊。丁，等住我，哥哥一定会来救你的。警告，检测到火控雷达信号，无差别爆破，前行时得小心点，得避开被锁定的炮。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必须小心避开，再被炸就危险了，再被炸就危险了。警告，检测到新的载具及识别信号。钱怎么被炸掉了啦？利用前面的轨道提高前进速度吧。轨道好像是陷阱呢。必须小心避开，我的钱一直被炸掉啊。不行啊，我的钱啊。小心，有一个按钮，轨道转向了一个，可以利用机关反转轨道，必须小心避开。现在可以过去了。外急呀、啊！什么？这是阴魂不散，把灵还来。
把我妹妹还来。已解析此处阀门信息，闭锁机关为旁边这些都是休息区啊，里面应该有什么好东西吧？怎么那么深？哇，钱钱钱钱钱！钱可以打开，这500块吗？回不去啦！哇，前面的钱没拿到，这里就走不了嘞，亏啊！啊，来救妹妹吧！不是啊，钱一直被炸掉啊，根本就凑不到。这一枪直接连续翻死，要我吗？拍拍，盯出来！四号完成！我服，我喜欢。悠闲的转圈圈，来了来了，这游戏的点燃效果厉害吗？为什么这些猪猪不打火伤啊？终于找到你了，什么意思？哎，那个要按住的哦。比例得练高等一点才行了。回到了6分街，哇，
五师傅，请再给我一碗。没问题。妹妹的表情真的好多，好活泼。没人和你抢。没办法，在空洞里待了那么久，实在是饿坏了。身体已经没问题了吗？嗯，完全没关系。虽说订购的影片大多都遗失在空洞里。录像店的客人们看不到新电影，一定会很失望。我看石哥哥你看不到那个什么最新纪录片会失望的。明天我们再去找供货商订购吧，这次进货全听你的。你说真的？那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这里正好有一部最新纪录片哦。你有一部新的？怎么样，是不是哥哥你喜欢的纪录片？这不是这次营救行动的视觉记录吗？不满意？写实题材，伪纪录片风格，素人的运镜，再加上 Ferry 的剪辑效果，这是集温情救援与刺激战斗于一体的最佳影片。明天就把它放在架子上出租怎么样？一定会被客人们、不回，太招摇了。哥哥说害羞了吧？才没有。妹妹的第一部影片。早上好啊，妹妹。没有异常，我知道我们最好别用身体触碰到空洞。又有一个好的委托来了，好，没问题。没有异常。我们店里的客人真的好多。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客人一直在增加呢。这该不会是我宣传的功劳吧？是我经营有方。营业中，经营状况不错。录影带店这么赚了，我也准备来开一间了。有人偷东西？谁偷东西？放心啦，绑布在那里看着。有什么改装问题，都尽管交给我吧。我要升星了。满了，五星搏击绑布。急迫目标失衡值，主动机造成的失衡值提升36%。要怎么使用它这个幸运左轮啊？我怎么没有看过啊？是怎么按出来的？记得下次再来啊！录影带哦，录影带现在是一种非常稀有的东西啊。你想要找到播放器都有难度了。反正它每18秒就会发射一次1300倍的子弹嘛。试炼过程顺利吗？易如反掌。之前那个委托，说好的庆祝呢？高价值的委托，清理里面的废弃建筑材料。哦，远景实业是不是跟你有关？我不知道。工程易主了，清理建材就交给你了。哦，这个委托，回扣应该可以拿不少哦。要求越高，报酬越好。我也没看过录影带，但我有那个叫什么 VCD， 我家里可是有一台 VCD 的。你好，这台现在拿出来卖，我觉得至少也是几十万的价值。要您直接的播，还能动，
变变掉了，什么还能动？从未动过。买回来之后，从未把它动过。猫咪，哎，又有东西可以领了。我连上周的经验上限都没有拿到了。哎，有个太太，难得有胖胖的角色。这边的绑布是有每天都有东西可以买，对不对？难呐，反正就是买一满呐。哦，每周哎。防护系统资料卡，都没有一件购买。这个多买的话，游戏币可能会不够。放心啦，游戏币你只要多打模拟宇宙，肯定会够的。我还要吃一碗拉面呢，游戏币不够。吃什么？乔普师傅亲自给你做。我们传奇神将会缺钱吗？攻击力加30。要不要再加点面？看你连汤都喝完了，后面真的很缺，不要再造谣了。也有人跟我说崩铁的信用点会缺，我到现在就没有看它低于九位数过。第二章开始了。我有两把枪，比利可以下场。双倍准头，双倍准头。感谢您的指名。你穷到行机没钱点，我行机全点完了，钱还是一大堆啊。主人，我们已顺利抵达委托目标所在空洞区域，此区域为废弃工地环境，有委托指定的建筑物料就在附近，正在为您标记建材的位置和数量。这里似乎是清理区域的表层，正在测算深入内部的有效路径。让 Ferry 想一会儿，走右侧路径吧，哥哥。经验书，经验书还很多啊。我现在可是有9支80等，还是10支，可以组3队。好的。怎么有免疫异常状态的怪啊？球棒的缺点就是他自己出来打的时候好不顺哦。虽然他有很多猪猪。
是要蓄力的吗？替代一下的时候是无敌的。这个转圈圈怎么有抗打断？他有抗打断，但没有抗伤害啊，一直被打、啊。飞路内部的路径测算完成。好多组色物，甚至有清理目标都被拦住了。主人，请先处理可达目标点。主人。此处为需要清理的废弃建材地之一。根据扫描数据来看，按照委托要求，把场地内所有板条箱和涂料罐都破坏即可。和乙骸不一样，他们不会反抗的。可以开始清理。什么打罐罐啊？主人，请开始清理工地垃圾。可以的。我的球棒已经饥渴难耐了，手枪上膛哦，这转圈圈感觉一下就出力了。什么时候成为神奇宝贝大师？明天吧。第一处目标清理完毕，干得好！干得好啊！检测到异常活跃目标。有什么？有僵尸啊？怎么又有僵尸啦？哎，是敌人吗？哎，怎么还有炸弹啊？炸弹超人！如果能拿到那东西就好了。同意，建议追踪该目标。主人，此处扫描数据发在主人快乐清理期间，我会征用 HDD 的算力扩大，预计本月电费会多出5%至50%。哦哈，稍微幅度有点大，迅速清理。只要我们清得过快，就不会出。数量也太多了，偏偏还是神网的紧急委托。谁吸的比较快？没事，至少你们都比那个波提欧快多了。波提欧一枪一个箱子。炸弹超人，别走！硬件编码显示，他体内包含一组高级爆。高级爆破，我要与他沟通沟通。核心已遭到标准指数三级的以太物质侵蚀，正在拆除应用插件，继续拆除作业。我在跟他沟通沟通。他的智能核心，警告，检测到目标智能核心在启动。可以沟通了，是不是？他又动起来了。主人，由于目标帮部异常启动，要完成移植作业。目标帮部还拥有投放爆炸物的能力。提议在炸弹爆炸，我会一边计算 ES 的维修费，一边为您的勇气喝彩。没问题，不要被他炸到。交叉爆炸可以炸掉东西。加油，加油！炸弹帮部可以承受6次攻击。这里下一颗，我要怎么放炸弹呢、啊？哦，我这样放。
嘿，我还可以推他的炸弹呢。放炸弹！人嘞？放炸弹！这里放一颗，这里再放一颗。这里再放一颗，这里再放一颗 ，OK， 炸他！已为您标记最后的清理点，对阻塞物使用炸弹吧，不必怜惜。别说，不神了，先开炸。我有911吗？也没有吧，确实刚刚就该那样炸。啊，这个放炸弹怎么可以这么不顺呢？主人，此处您需要做的是注意，您和异常帮部的爆炸秀吸引了部分附近地区的蚁骸，请顺便把这些会动的垃圾也清理了吧。好的，那我要先捡旁边的钱。楼下藏东西，你看这么多的钱，游戏币有可能会花完的吗？清理效率太低了，等会儿找到得用的东西。清算。安达。安达。范围远程清理啊，来啊，猪猪上吧！打击出去，转圈圈，蛮强的，那个累积有点快。而且强起不知道是吃什么属性的，趴伤吗？啊，他打一个物理异常啊，就是不知道他出来的伤害。哥哥，你回来了。怎么看的？看自己的攻击力还是趴伤？你现在有空吗？我刚好有点事情要找你。因为猎伤，像如果猎伤的话，就是打7%而已嘛。妹妹有事情要找我，就将进入专注模式。哥哥，你来啦！今天找你是有两件事要和你商量。先来说第一件事，是关于这个月咱们家的收支情况的。14个月，不喜欢管账的你都发话了，看来我是要听到一些可怕的消息了。好啦好啦，
别露出这种痛苦的表情，其实也不至于那么糟。不过这只是我觉得。那我就继续了。首先是录像店的经营情况，这个月的收入客人多了这么多，没有什么太值得关注的。变化比较大的是我们的绳匠事业，因为新的绳网账号现在等级太低，很难接到高价的委托。提示：由于我已为您筛选了当前收益最高的委托，您的收入提高了32.21%，成功击败了47%的绳网用户。别得意 ，Fairy， 接下来就要说到你了，哥哥。因为 Fairy 的缘故，本月的电费开销比之前上涨了5倍。5倍啊！哎，你哥哥咋趴 ？Fairy， 这是怎么回事？你最好省电，你懂不懂？省电。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要用电，就用隔壁的电。控制罩来了，还不是因为在他的控制下 ，HDD 基本全天处于全速运转状态，电费自然就上来了。你应该有这个能力用隔壁的电吧？能想办法去隔壁接根电线吗？这玩笑不是哥哥平时的风格。果然是受了狡兔屋的坏影响吧。不过我觉得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有为了金钱铤而走险的想法。这就是我要和哥哥说的第二件事了。刚才有个高价的指名委托通过神网找上我们，对方没说具体要干什么事情，只说接下来会私信详谈。按理说我们的账号现在等级这么低，又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实际，会专门找我们的人好怪哦。说不定对方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且搞诈骗的，利用神网的诈骗可是层出不穷呢。如果有办法能知道对方的身份就好了。不过神网是匿名论坛，菲瑞用户的信息安全是最高级，用你的5倍应该是查不出来了。5倍电费处理一下吧。该指名委托可能包含某些身份相关的隐藏信息。身份相关的隐藏信息。发布该委托的神网账号创建于委托发布前一天，账号头像为一张无明确拍摄主体的低分辨率场景照片，并未在网络上检索到相同图片。根据对全市街景数据与地面材料数据进行分析后得知，该照片的拍摄地位于雅努斯区边缘，目前为旧都地铁改造工程的施工现场。啊，在地铁里面呢、啊、等等，让我想想。普通市民一般不会跑到地铁施工现场去。主人，目前某电视频道正在播放一档白旗重工作为参演嘉宾的节目。哥哥，既然这样，我们就看看这期节目吧。来，白旗重工，捷运盖这么久，到底要盖好了没？嗨，各位小朋友们，又到了新一期的包不知道时间，耶！那么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谁呢，郎君？狮子睡着了。现在正在直播，郎君，快把你糜烂的白日梦放一边，该请出今天的嘉宾啦。没关系，我已经在这里了，大哥。郎君看来已经不行了呢，没办法，就让我来请出今天的嘉宾吧。来自白什么状况的安东哥哥，恰恰。我说了，我已经在这儿了，还有那个自渡旗。白旗重工，白纸重工。那么安东哥哥，就让我们一起来宣布今天的话题吧。白旗重工与远景实业的地铁重建方案优劣对比。什么？等一下，这个搞错了吧？小朋友们怎么可能会懂这么专业的事？如果是对比重建方案的话，我觉得小朋友那都是懂的。白旗重工的最大优势在于技术。他们独立研发的空洞用智能重型工程机械能有效抵御以太侵蚀，在空洞中安全作业。因此白旗重工能有效利用空洞内的旧地铁设施，无需进行爆破。与远景实验相比，项目实际费用缩减了21%，对环境影响减小了53%，设施利用率提升了75%。远景实验这种不行啊。哦，很专业啊。哇，白旗重工好厉害，确实听起来更优秀呢。我一开始就这么觉得了。我也是这么想的。白旗重工的方案一定更优秀吗？
那可难说。方案的优劣应该看针对谁而言。对于未来的乘客来说，当然更想要一个。我们想要的是免费的捷运，而且通到我家。你就翻新的半吊子。梁军，你什么时候跑到小朋友那桌去了？快回到主持人席。利用旧地铁设施，看似是更经济环保的方案，但也更花时间。谁知道白旗重工那些机械是不是真能在空洞里工作？依我看，这不过是白旗重工财力不足的权宜之计。远景实业的爆破方案才是更好、更安全的选择。哇，远景实业好厉害！确实听起来更优秀呢。我一开始就这么觉得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你们刚刚不是这么说的吗？光是口头上的安全有什么用？远景实业可是想用伤害平民来降低成本的坏蛋公司。远景实业是坏蛋公司哦，那白旗重工就是好人吗？小鬼，你还不知道吧？数年前，这个白旗重工可是有过一件非常严重的丑闻哦。什么海沙楼？喂，你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别这么激动嘛，安东君，你这样可是会吓坏小朋友们的哦。别给我假惺惺的说话，让我看看你这面具之下到底是副什么嘴脸。没有脸。怎么会？还是狮子？安东君，哎，还是狮子，表里如一的，不像某些人，你面上是新兴建筑公司的社长，背地里却干着卷款跑路的勾当。这节目小朋友就爱看，演播厅完全变得一团糟了。这样的节目竟然也能播出？这样才有节目效果。白旗重工在民间的风评一向不错，竟然也有黑历史。真不知道这个地铁改造工程，就改个地铁是能多难？盖个捷运到底能多难？能比盖巨蛋还难吗？检测到之前发出指名委托的委托人向您发送了一条私信。现在要干嘛？现在要处理谁？线上说了什么？检测到该私信内包含一些具有威胁性的词语。什么？威胁性词语？法厄同，我们想要借用你的力量。其实我们现在的情况很糟，正在生死关头，希望获得你的帮助。因为事关重大，委托内容也会直接暴露我的真实身份，所以我希望能和你面谈。明天他还想知道我们法厄同长怎样啊？我在路口等你 ，Ferry。以后再提到威胁性词语的时候，记得先把遭受威胁的对象说清楚。从信件内容来看，委托人似乎真的遇上大麻烦了。不过对方竟然要求面谈，哪有不说清楚委托内容就要和神将线下见面的道理？何况还是凌晨五点。凌晨五点，那我可还在睡啊。你看私信的第一句，我们可从没有在这个账号提起过我们是法厄同。主人，刚才委托人又发来了一条新私信，为表诚意，提前向您支付委托金的20%作为定金。哥哥，面谈很有可能是个陷阱，你还是让 Ferry 帮我们婉拒委托人吧。主人，您同意退回这笔金额为上月神王总收入 1.1 倍的委托定金吗？什么？多少？上月神王总收入的 1.1 倍。我觉得对方真的是急需帮助。万一对方是真的急需帮助，我们见死不救也不好，你说是吧？去一下应该也不要紧吧。哥哥，明天早上你就假装晨跑爱好者，偷偷去路口那边瞄一眼好了。我就喜欢晨跑啊。差不多到约定的时间了。辣椒喷雾已经装好了。这么温和的道具啊，能管用吗？路上小心哥哥，我和 Ferry 会准备好随时支援你。不是应该妹妹去跑啊，我才是那传奇神将。怎么凌晨五点有这么多人？
凌晨五点拉面店都开了。街角那个家伙很让人在意。拉面店有开这么早的？跑步啊，我晨跑啊。这不是在节目上打人的大哥哥吗？喂喂，哥哥，到地方了吗？情况怎么样？有个可疑的人，街角有个可疑的人，在自言自语。就是前面那个挺魁梧的男人吗？他在说什么？哎，兄弟不在身边，待会儿能对付得了吗？哎，不行不行，男子汉的词典里只有勇往直前这一个词。我就是你兄弟啊。作为词典会不会有点薄？不管了，待会儿人来了就直接正面进攻，兄弟如果在也一定会赞同的。这家伙真的好可疑啊。正在为您检索可疑的人自言自语，主人发现以上关键词与 H 区3/16-5录像带中的电影情节有一定相似性。 H 区就是那些我不想看哥哥不敢看的旧文明遗留惊悚片吗？惊悚片呢？惊魂裂变，鬼绝黎明。该影片讲述了人格分裂的犯人以请求帮助为名诱骗多位受害者的故事。每当受害者无路可逃，犯人总会用开朗的语气说出那句令人毛骨悚然的名言。哦，可算找到你了。哈哈哈，看招！不好，手滑了。哎，小哥，你的东西掉了。嗯，辣椒喷雾，这是什么？煮饭佐料吗？嘿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像不该在你打电话的时候搭话。不过，你应该就是法鄂童吧？哎，哥哥，这个人有点眼熟，不就是昨天帮不知道的节目嘉宾白旗重工的安东吗？没错，我是白旗重工的安东。既然你们认出了我，那我就直说了。法鄂童，贸然要求和你们进行会面好像不太合规矩，但就像我之前在私信说的那样，我们公司现在正在生死关头，已经事关重大，绝对安全了吗？不能向外人透露身份，所以我们思来想去，只能用双方见面这种办法来增加一些相互保密的约束。希望你们能怎么了？你们标下这个工程，但是你们做不了捷运了。原来如此，这种理。不过在聊委托之前，你能不能先解答一下？这件事不太方便透露，但提供那你们干嘛标下这个工程？这个账号的使用者绝对是大名鼎鼎的法鄂童，而且还说你们作为神将，在能力和人品上都是最一流的。没想到妮可竟然会这样夸我们。两位别谦虚啊，狡兔屋的几位对你们可……等等，你们怎么猜到介绍人是狡兔屋的？我就知道绝对是妮可走漏了消息。哼，他不让你把信息渠道告诉我们，肯定是怕被我们知道他暗中拿了好处。不过现在狡兔屋的律师费到底拿到了没啊？白旗他们已经发大财了。我们帮什么忙？你们答应接受委托了，太好了。走，我现在就带你们去我们的施工驻地。啊，施工驻地？你说的施工驻地就是你们刚刚接手的地铁工程那里？没错，如果在远景手里，那附近恐怕也要被炸掉了。但现在安东，既然要出外勤，我们总要做点准备才行。你先和哥哥一起回来，在我们的车库附近稍等片刻怎么样？嗯，也成。啊，这样不就连我们法鄂童的根据地都暴露了吗？这是 OK 的吗？法鄂童这么不演的，来开车开车开车。狡兔屋就继续搞鬼，虽然我也不知道狡兔屋是干什么，狡兔屋好像就是做一些小偷小偷的事情。现在就走吧，说走就走。
在空洞的中心呼唤。啊、哦，沈渊，我们来了。到了，我们社长就在前面。虽然社长年纪很轻，但已经是万兽之王一般的人物。你尽管紧张，没关系。常识上该说不用紧张才对吧？我们的挖掘机出意外了！喂，这是在搞什么呀？是你按的，系统提前只差最后一步，就保持这样，不要动。乖孩子，不要怕，安装防火墙插件而已，真的一点都不痛啊！糟了！社长出马了，社长，你们又少了一台，看来搞定了。大型机械来晚了。万兽之王一般的人物，这就是白旗重工的首领。你好。你好，你好，绳匠先生，真不好意思，一来就让你看到这种场面。我们社长已经等候你多时了。哦，你不是社长吗？啊，格里斯，你在干什么？走下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的社长。说了，快点放我下来！你老鼠！我就是白旗重工的社长，格雷达·贝洛伯格。贝洛伯格。你好，崩坏还在追我。不好意思，让你看到了刚才那场混乱，希望你不会因此质疑我们公司的专业性。之前我们已经接到了公司的电话，听说像你这样技术高超的工匠愿意帮忙。你怎么变成人呐、啊？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安东可能已经对你提起过一些。我们公司现在虽然拿下了地铁工程，但因为一直有敌人从中作梗，工程进展并不算太顺利。帕姆变成人了、哦、在神将先生面前直接称呼那些人为敌人，是不是有点太不客气了啊？大本，你也太软了吧。那群混蛋干了那么多缺德事，跟他们有什么好客气的？再说神将既然答应接下我们的委托，也算是咱们的人了，没必要对自家兄弟还藏着掖着。敌人是谁？详细讲敌人的事吗？那个，我们公司算是一家新兴的机械制造与建筑公司，可自从我们投标胜出后，就有不少财大气粗的老牌企业都把我们当成了眼中钉，他们巴不得我们也能像远景一样出些乱子。于是这些企业先是串通银行不给我们低息贷款，然后又派小混混来工地上捣乱。这么大的企业卡我们的施工和消防许可，没有强大的律师团吗？节目上出阴招。但很不幸的是，就在这种节骨眼上，我们工地却发生了一起事故。上周有三个孩子在空洞里走丢了。格里斯，等一下，别说这种让客人误会的话。绳匠先生，你应该听说过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空洞用智能重型工程机械吧？您说刚刚那种会动来动去的东西啊？确实有所耳闻。难道刚才说的孩子？没错，白旗重工的核心竞争力，他们不仅能有效抵抗以太侵蚀，智能程度也很高，能够根据空洞内条件进行自主作业，还搭载了特制的语言模块，语音交流也不在话下。一直以来都是我在照顾他们，也是我将他们从原型机的技术基础上改进的适合每个工种。可就在前几天，我刚给他们更新了逻辑核心，就有三个孩子在空洞内工作时无视指令，自行前往了空洞深处。发生故障了？逻辑核心出了故障吗？目前原因还不清楚，可事情出在白旗重工身上，一定会落人口实。明明之前智能机械的性能已经很好了，完全没必要做这次更新。要不是你非把那家伙留下的代码装载到逻辑核心里，我看根本不会发生现在的事。等一下，小不点，现在还不能确定是芯片的问题吧？你敢这样跟帕姆说话，他都要把你踢下车啊。美丽又强大的机械当然也需要与之相配的灵魂，作为智能机械开发企业的社长，你难道不这么想吗？灵魂不灵魂的无关紧要，正因为我是社长，
把那些机械纸视为资产才更妥当。抛开敌人那边的问题不谈，智能机械的生产成本极高，也没办法允许这种程度的资产损失。神将，我们的委托就是想请你带领我们前往空洞深处，我们已经定位到了其中一两台的大致位置，接下来如果你有什么想知道的，可以找格丽斯和安东单独谈谈。单独谈谈是吧？保护我们共同的新爱丽都，使命在召唤我。空洞特别任务。哎，帕姆人很好哎。你看帕姆其实还有寄给我东西耶。要来看看我的开拓等级吧。你看帕姆还有寄信给我哎。7月7日就是你的生日，作为列车长，帕姆都牢牢记着呢。这是帕姆给你做的蛋糕。帕姆还有送我一个巡游的祝福。帕姆，帮我看一下我的开拓等级吧。终于64等了。贝洛伯格啊，诚挚向你推荐上城区的虎克船长。我得感谢丹恒的邀请，这趟列车之旅当真不虚此行，真的是谢谢你啊。商人的星际跃迁大多枯燥乏味，很少有这种旅行的感觉。列车游云天君真是位有情调的星神。你是谁 抱歉，还未自我介绍。你是杨叔的好朋友吗？我是星际行商，在仙州的注册名 ET7月7号祝我生日快乐吗？有啊，前些日子在罗湖认识了你们列车上的丹恒兄弟，他邀请我得空时，你看我们这一个月的送礼大户，真不错。这复古的列车设计，这舒适的车厢，右军已经送了136分。如果我们的飞船能这么改造就好了。可不行啊，行商的星际飞船更注重载重、安保。主教大人，主教大人不是一直都会在的吗？反倒在其次。想象一下。在一列长夜孤灯式的列车里，跳。妙，饱了个呗！我们列车上的合成器太爱你了，照这个合成方法，放袋垃圾进去是不是也能变成宝贝？两袋垃圾都能变吃的。哈、啊、催吐，他宝贝的原来是剂猛药啊！伙计，能把列车上的垃圾借我合计的吗？偶尔被子弹线卡住喉咙的时候可能用得上。哎，话说回来，列车上除了这个合成机还有没有更新奇的玩意？有啊，什么都有啊。看来你这是已经做好当地上好的准备了。那就不多等了，开始吧。比利不戴面具的时候确实是蛮勇的，你看他这胸肌。我的兄弟动力冲击锤，哦，原来是这位兄弟啊，每天一起工作的好伙伴。为了留个好印象给你，所以我没带着兄弟，反而弄得我浑身不自在，习惯确实是很可怕。为什么白旗重工要去参加儿童节目？这个节目邀请我们根本是不怀好意。哦，原本是要邀请你们社长去的啊。那确实儿童节目刚刚好啊。米老鼠帕姆，有必要帮扫地机器人加装烹饪功能吗？
他可以一边扫地一边煮鸡蛋，他的智慧机械还可以唱歌，我们的工地就像 disco 的舞厅一样。都已经聊过了，总共走失了三台挖掘机、抓物机、打桩机都不见了，先找两台回来。 OK， 随时可以准备出发了。你们对帮部做了什么改造呢？有空的话一定要让我研究一下你们家的小帮部哦。好，有机会，有机会一定。更更更更更更，同公司出的吗？对啊，现在的 PC 大厂。米哈游，反正米哈游、宫崎英高还有卡普空的游戏，我都是最优先游玩。兄弟要出发了，来，兄弟，我要用我自己的，哎，可以用白旗重工一整套。暴雪出新游戏我也是必玩的，但暴雪有一阵子没出新游戏了，他们还在持续的优化暗黑破坏神。咱们现在要去找的抓物机，看我在等他们的新作。空洞里，这里不是施工区域，我们手上没有萝卜，待会儿找抓物机就要靠你了。 Riot 只有玩过一款，哪有瓦罗兰、英雄联盟、那个 Big Man 冒险记、符文大帝，我会对得起委托费的，交给我吧。狡兔也说了，你们哪儿都好，就是委托费贵了点。不用担心，还是先给你们介绍一下抓物机的情况吧。这台抓物机在走失前一直是负责搬运工地垃圾的，每天两点一线。怎么了，大本？哦，没事。我只是听你刚才的话。没办法，那个时候 POE 要玩呢。啊，不对，那个时候玩2月13。是热血男儿的。二月十三也蛮好玩的。怎么说呢？虽然故事的主角是个男人，但热不热血我就说不好了。那个故事大致是讲，一个男人因为受到惩罚，不得不日复一日的重复搬运巨石。这只是我这最近很长，有人玩。咱们公司的智能机械智能化程度都挺高的，会不会逻辑核心升级后？那台抓物机，他升级之后一定会更喜欢搬，这才逃向空洞深处。石头，两点一线的无聊劳作，故事里的那个男人，还有咱们的抓物机，不是每天都在做着绝妙的肌肉训练吗？真正有志气的人，可不会瞧不起这样的工作。只有在这样日复一日的磨练中，肌肉才能得到成长，同时，也只有在看似平凡之处，灵魂才能得到进化。变得比金刚石还要坚硬。说的没错，安东说得好。不得不说我有点感动。升降，好兄弟，我就知道咱俩合得来。走吧，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回那台抓物机，然后让格力斯好好给他检修一下。没问题，帕姆，路上的阻碍就交给我吧。咱们列车直接给他开出来。警告，检测到附属敌对单位。哈，来得正好，兄弟，我们上来，让我看看白旗重工的力量。哦，他可以直接消灭敌人呢，很方便。有点难控制他。竟然真的搞定了，真不愧是你啊。这才是男子汉的做法，接下来的路也交给我吧。
这就是男子汉。我总把这个画面拉远一点。嘿，对，交给你，结果我撞到了。有这个散弹枪，好，社长，帕姆，来吧，我看帕姆怎么玩。老姐，换我来。你的挖掘机怎么打人那么痛啊？比例啊、哦，他那是打感电的，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帕姆是要蓄力是不是？帕姆怎么起破那么快啊？四下加一会爆炸 ，OK， 明白了。该上班了。帕姆的起步超级高的。砖头。最大势能。别想停。帕姆也忍让超急迫了，他应该只是一般的急迫、啊。主人，此区域烂尾楼众多，阻碍重重。谁留的烂尾楼啦？才能继续搜寻委托目标。以您的体格，可以轻松钻过去。更正，代理人本比格要费点力气才能通过。就钻吧，烂尾楼，你自己钻过来啊！我的兄弟会被卡住，我过不来。安东，你别动，我们看看怎么帮你。这烂尾楼盖得有点高啊！正在测算新的探索路径。好，直接把烂尾楼炸了。但是沿途有蚁海怎么办？没问题，小菜一碟。他直接动动动就可以处理了吧？很好，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哎，安东又回来了。安东真好用。不愧是我抽到的第一个 S 角。过来干嘛？我也想知道过来干嘛。把烂尾楼拆了。推测为委托目标。快看，抓武器确实在前面。没问题，都不是我和兄弟的对手。三下不会消耗能量，更多蚁还围过来了。安东是只有第三下才是砖头，是不是？我怎么把安东移下去啊？调整一下，可以开扁啦。算了，我来开扁啦。先挥两下空，第三下不消耗能量，让我来试试。
来也挺痛苦的。急迫值也蛮高的，白旗重工的急迫值都好高啊。有突袭，躲开！汉姆怎么飞上天了？哎呀，先回两下空。爆破工程启动。来吧。这是群起人，伤害就很低。直接击破，别想停，预备，忙你的机器犬，这是什么事情？攻击就会一直跳，这不是我在跳，他是一直在跳。要一命，你说安东要有一命才可以无消耗能量啊、哦？咚咚咚咚！他的普攻是真不行啊！感电伤害不知道多痛哎、欸，感电也是爆一次而已嘛，还是持续伤害？安东，换手。满命哦，还好啊，安东应该是蛮容易满命的，是 A 级角色。打呀！但我要怎么让前两下挥空啊？他这个锁敌锁得有点远了。来看一下感电有多痛。怎么痛的样子？他是 A 级角色，但是有 S 级角色实力啊。有几分日啊，发一分光。也发大啦。有突袭，躲开。别想停！别想逃！劲锤！汉姆敲人也太痒了吧！这只击破值真的很高，该上班了。汉姆这个基本攻击力有点神奇。警告，高危敌对单位接近中。很好，这才值得挑战。安东冲上去了。真是热血上脑的笨蛋。
要加熊哥哥啊，我等给他上一个熊哥哥啊。转头！这孩子吧。闪电之后再开这个电钻吧，这样子应该是有两倍输出吧。先让这个拔蜡侠打个闪电出来。Boss， 挖掘机。哦，追兵终于来了，俺已经等候多时了。啊，这家伙的语气怎么变这么转？之前机载语音可不是这个调啊。抓物机，你的逻辑核心可能出了故障，跟我们回去接受检修吧。盼我现在要来好好修理你了。别用哄小孩吃药的语气跟俺说话，俺可是顶天立地的男子。男子汉，就凭着偷袭的本事也敢自称男子汉？哦，你好像很懂啊。那就好说了，敢像男子汉一样一直生活吧。怎么连这个机器的动作都可以这么的生猛啊？那我可要认真起来了。你们别傻了，人变是俺的力量了。爆破工程启动，动感的。老姐，换我了。应该是有闪电的吧？粉碎！没给你！看我用起来真的是怪怪。
种说不上的怪怪的。别想停，别想逃，我躲在你面前。喂，张无忌，为什么要出手？哼，想知道我们赢了你再说吧。还算是男子汉吗？围追堵截这么久，真是辛苦各位了。俺可是响当当的男子汉，之前那种普通乏味的工作根本不是俺的追求。等等，如果只是对工作内容不满，这些事情也可以商量。你再这么闹下去，可是会招来蚁孩的。先跟我们回去吧，同动用工业专务机汉斯。够了，不要再提那个称呼了，那种俗气的名字怎么能凸显俺的气质？男子汉的名字应该自己取，要响亮有力，狂霸酷拽。没错，从今天开始，俺的名字就是狂暴汉斯。怎么回事？啊，是蚁孩！住手！放开俺！可恶，俺短暂的今生看来只能到此为止了。此时一个砖头路过，说自己是男子汉，你的觉悟就只有这种程度吗？你为什么要帮俺？你有个很棒的梦想，这么轻易就放弃也太可惜了。而且我答应过要和你好好较量一下，那场胜负可还没结束呢。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寒冬大哥。等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感觉哪里怪怪的，但这孩子应该已经没事了。大哥，俺已经决定了，俺要跟你回去学习成为真正的男子汉，就从平凡的日常工作开始。哦，一起加油吧，好兄弟。对了，你还没告诉我你的新名字呢。俺的新名字是铁汉，绝不退缩，浑身是胆，气势如钢，引擎闪烁，汉斯。没问题，汉斯。汉斯吗？好的，汉斯。剧情委托，即兴的爱，这边有阿雄可以玩。试用模式有这个阿雄哦，我也没有很喜欢用这个阿雄跟这个格瑞斯，还是用我自己的槟榔吧。帕姆加阿雄有差哦，槟榔加棒球也有差。
就是这里了。那孩子，三型空洞用绝境机格莱特的型号，就我们需要神将领导搜寻。格丽斯，描述一下那台绝境机的特征吧。是个又认真又能干的孩子，和小不点小小的很可爱啊。你这么说谁能懂啊？好吧，用一般人类也能懂的话来说，他是负责开凿巷道的机器。本以为更新逻辑核心后，那孩子会成长得更加能干。谁让你擅自做这种有的没的更新啊？简直比我天天吵着要升级的电脑系统还要烦人。还好我从不关机。这种话你小时候也不会说的。真是的，明明小时候那么可爱。不过在小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叛逆也是常有的事吧。这台绝境机会不会就是萌生了什么逆反的念头？不行，我不允许。啊！我绝不允许我可爱的孩子变成无法无天的叛逆猛兽。要把它拆解了，是不是？智慧飙车，故意在机体制造划痕，贴上难以清洗的巨大贴纸，尝试维京的混合液态燃料，甚至模仿旧文明动画片里那样尝试和其他机械进行合体。他还只是个孩子啊！他还只是个孩子。神将，赶快带我们去找到他吧！要是他合体就来不及啦！广播信号正在同步位置信息，目标信号非常活跃。他是在钻洞、他是在干嘛？快过去看看吧！有怪。小怪被击破的速度真的是超级快，还没死。等等我，警卫。不愧是急迫狼啊，急迫的速度真的是不得了。一套下来必定急迫。明白。悠闲一点吧。我先引擎启动。真不愧是转圈圈啊，一套下来小怪必死。这里要5000块哦，这么困难哦。怎么弄？怎么弄？要追我？拿着这个。哪个？早知道能派上用场，就多带点了。法拉。说啊，拔蜡不早说。直接给你买2颗拔蜡。这5000块不好搞、啊。解析此处阀门信息，闭锁机关为非智能。5000块啊！完了，这5000块哪里搞？够5000块啊！
正在测算适合的探索路径，需要绕过当前区域。那个不是另外一个宝箱哦。正在同步区域。观测资料全都有了。神将，这真的是合适的路吗？没错，埋一颗炸弹。这是不可抗力。完全是正常道路。前面安全区，去那里。连续四个休息区啊，这是用得到的。追兵被挡住了吗？暂时安全了。接下来该怎么出去呢？我有办法了。接下来怎么没有路了？来，大家捂住耳朵，站远点。西凤可以解决一切啊！怎么站远一点啊？我被炸到嘞！居然用爆炸抽上了！别紧张嘛，一切在我计算中哦。而且你看，这不是到目标附近了。抵达。请不要继续靠近了，这里是人家和猎人的私人领域。怎么会有女孩子的声音？哦，我在那儿。哦，他可以爬这么高。妄图拆散人家和真白君的坏人。哇，几天不见，没想到绝境姬已经成长为出色的少女了。格里斯，你冷静一点。不过真白君是谁啊？白色的嘛，总不至于是他下面那栋烂尾楼。不许你污蔑真白君！人家已经决心要和真白君长相厮守。哎呦，好大的电锯！绝境姬为了守护恋人，竟然迸发出了如此强大的力量。这份力量，现在不是陶醉的时候，专心对付他。他还有部位破坏，还有这回事。好不对，复杂的阴影下，可以结束了。再冲还是要冲的。幸好我还没睡。上一次也有，有吗？现在来了。左轮开枪喽！好狠呀！再来一次！等等我！他会转圈圈，我还会打棒球嘞！打棒球！我们被盯上了！为你服务！我不会破坏，好痛哦！不好，战斗的动静引来了一孩！你们竟然敢跳到真白君的身上！走开！不准用你们的脏手碰
敢无礼，人家就……烂尾螺被拆了，都说了不准碰它！你们这些发霉狂张，听不懂是不是？性质大变了，真惊人！这就是热恋少女的力量吗？哪里的热恋少女会用以太混电动力驱动的1400公斤破柴具啊？等一下，绝境机小姐，那个方向是……完了，烂尾楼真的烂了！抱歉，郑白驹，人家刚刚太激动了。郑白驹，振作一点呀，郑白驹！刚刚已经削断了承重墙啊！郑白驹，都是我的错。不要自责了，这并不是你的错，而且我还要恭喜你呢。等一下，格里斯，你要不要好好听听自己刚才在说什么？大意了。虽说格里斯很懂机械，可他根本没谈过恋爱，对感情的事一窍不通。抬起头来，看看这周围吧，你的郑白驹现在正拥抱着你啊。每一栋大楼，一生只能给予一次拥抱。他不仅给了你，还为你驱散了围攻的蚁骸，真是个温柔的恋人。你的眼光不错。别灰心，我们不会让你就这样和他诀别。走，跟我们回去吧。大家同心协力，在新的土地上将郑白驹重建回来。我们再把郑白驹组合起来。主要有时候卡在这个读取画面了。差不多了，准备来去吃东西了。你回来了，哥哥，工作辛苦了。哎呦，刚才白起重工，每天回来都可以看到妹妹。他们说先把找到的这两台智能机械送去检修，听他们的意思，找到打桩机应该用不了太长时间。哥哥，这段时间你就随便找点事情做做吧，今天真是漫长的一天，哥哥你快去休息吧。又快要可以实抽嘞，鲨鱼25等又可以领十抽哦，缺一点点25等呢，我体力花一花可以25等。白旗重工到底发生了什么？竟然在节目上打起来了！哎呀，盖个捷运能出问题的吗？智慧机械是不是智慧过头了？希望最后一台可以正常一点。身心已经放松了。Hollow Rider接受挑战，推出了全新的体验，多厉害！这是新的那个什么防卫队是不是？啊，今天的体力花一花。专业挑战室哦，专业挑战室非常适合你哦，可以还原高危险蚁骸个体。啊，我知道了，周本。
没有上线了、哦，哎，打的次数竟然没有上线了、哦，这是普通的那种素材关了。愿意为你效劳。看一下，我要生槟榔的话缺什么？应该就是缺这个吧。听从您的命令。刷天赋的啦。愿意为你效劳。啊？听从。要系好安全带哦。听从您的安排。没带帮布，完了，忘记带帮布了。打错了，有吗？这不是兵器的吗？好的，打错了。材料不对，材料不对，还来得及换吗？我看看啊，他要那个刺刺的那个嘛。我先打这个洛里的，准备就绪。请返回上层页面，可以强化被动技能。好，反正槟榔的先拿嘛。他要是什么追袭什么的 ，OK， 是打这一只。听从您的命令，愿意为您效劳。治安，升降。听从您的命令。嗯，一起休息吧。为什么这两只能力值可以差这么多？这只已经叠影五层了呢。那二十等有差到这么多吗？那叠影五层呢？那是五层的叠影呢。还是五命呢？不错，不算。再看我的，铁鱼。
全雷打的肖刃哦，全雷打的肖刃好像也是还可以。愿意为你效劳。普通攻击造成的失衡值提高 53.3%， 攻击力还提升25点，再来要四个，然后再来就是更高阶的。听从您的命令。那应该一样有分等级吧，我现在均衡等级这样子能打的料应该就比较少吧，但感觉还是得打、欸、以太电池。一起休息吧，日安升降、不要看我。准备把我的猪猪宝贝升级了，接下来就交给我。让一让，让一让，不可直视月亮。准备就绪。差不多就行了吧。深度清洁。开机得是。把我从头闪开。可林，你做得很好。槟榔直接击破，这个人很努力了。火枪，砰砰砰砰砰砰！够吗？我会烧尽你的咽喉！是同阵营的吗？都是清洁工，扫地帮。赐予防卫战。转圈圈哦，转圈圈要再配别的人。愿意为你效劳。转圈圈好像是打异常加感电应该好一点。转圈圈配上我们安东大哥，先感电再转圈，我感觉爽的。啊，差不多了，来加米加。
缘分的单抽。哎，哦，电锯球，大哥有武器了。可以叠加15层，这个是女仆的，是吗？看起来像大哥的武器啊！听从您的命。啊，对不起。安心家用电锯。开锯了，开锯了！东西哪里来的？实验模拟器，引擎改造。大哥的是砖头，战斗内的专属外观。他们还有专属外观哦。真的很难看出是不是他的砖武哎，这颗是你的砖武吗？聚宝箱，长得太像了啦！四段斩击，物理伤害，累积大量失衡值，点杀。啊，轮胎转转是这里啊、哦！专武装上去，那个开关就会打开。好、哦，啊，这个没有开关的，就是没有专武啊。所以有专武进去会不一样，是不是？我来看一下，听从您的命令。好累哦！你这个是要什么？基础物理晶片。我有两把枪。双倍准头，日安，升降啊！啊，对不起。双倍阵痛，一起休息吧。公平决斗，我等呢。
一次可以拿到几个？哦，进阶的已经可以拿到了。